今天有超过2万所小学矗立在中国的各个贫困地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希望小学。光阴似箭，曾经的小树亭亭如盖，那些花儿灿烂盛开，让我们回到梦开始的起点，去看看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升国旗，奏国歌，敬礼。2018年9月，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迎来了新学年的开学。今年33岁的女教师严春正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这里不仅是严春传授知识的地方，同时也是她改变命运的起点。20多年前，严春从贫困的农家受到社会的帮助来这里读书。她所在的金寨县希望小学正是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经济高速发展，各项事业正在稳步推进，但与春风拂面的沿海地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西部存在的大量贫困地区。这是一组拍摄于1990年前后的照片，照片中这些农村孩子上学的状况可以称得上是触目惊心。在此情况下，隶属于共青团中央的公益组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即把目光投向中国基础教育最为薄弱的偏远乡村。我问一个老师，我说你读了几年书啊？什么毕业？他说我就上过2年学啊，现在教几年级？现在教3年级啊，就这样。我问了一下这个孩子们，全科及格率是零。据青基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89年，在全国的2.2亿学生中，1/3左右只能读到小学，很多孩子因家庭贫困交不起20-30元的书杂费而失学。全国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5年，教育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基础教育问题变得越发严峻，这也成为青基会首要关注的问题。当时我们就几个同事讨论，大家都对农村的教育都有很多的了解，有几个是做过支教，所以呢，大家就一下子想到我们应该是做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的救助项目。这个话太长了，应该是给他一个名称。某一天夜里半夜冒出一个希望，孩子们是国家的希望，未来是也是家庭的希望，只有有教育他们才会有希望。1989年10月，希望工程正式实施，最初实行对失学儿童的救助，但点对点的帮扶只能帮助个人，校舍简陋、师资匮乏等基础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于是希望小学应运而生。1990年2月，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带队来到金寨县，他提出要在金寨建立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金寨县，是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从这里先后走出了59位开国将领，被誉为将军的摇篮。可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拥有近60万人口的将军县文盲比重却高达36%。金寨县的基础教育问题亟待解决，这些来自社会各界的汇款单共同凑成了希望小学第一笔14万元建设资金。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将军县安徽金寨落成。1990年5月19日，金寨县希望小学建成，希望工程把支援基础教育建设的第一块砖铺在了金寨县。开国元帅徐向前亲自题写了校名，为他曾经战斗过的大别山区的孩子们带来鼓励，
这里是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曾龙正在进行能源领域的科研工作。在1990年金寨县希望小学落成时，6岁的曾龙正在读1年级，为了给他买一本新华字典，全家人省吃俭用了1个月。由于家中早已承担不起他的书杂费，曾龙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了失学名单上，濒临失学的边缘。都是在一块玩的一些好朋友，有时候真是上着上着突然就是可能学校里面就是班级里面这个人走了，那个人就是突然就不来了，我也真不清楚我能上几天，说不定上着上着突然就可能就要回家了。崭新的校园已经建立，但仍有很多像曾龙一样因交不起书杂费而面临失学的贫困学生。对此，希望工程针对金寨县贫困学生的救助帮扶工作正式启动了。品学兼优的曾龙有幸成为金寨县希望小学第一批受助学生，他的命运随之改变。第一批的救助名额仅有500个，只能惠及全县一小部分贫困学生。对于当时负责核定名单的办公室主任徐其进来说，每一个贫困学生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同学，他家里面特别贫困，他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是痴呆，但是呢，他家里面呢只有一间草房，而且房子已经开裂了，家里面唯一的一样家具是一个小木头的箱子，这个箱子周围四周全部贴满了奖状，因为他家的墙啊已经很破了，没办法贴了。这个同学我去给他发这个救助款的时候，当时非常感动的一下扑在我怀里面哭了起来，我看到他这种情况，我自己也感动得流泪了。得到帮助的曾龙无疑是幸运的，但此时全国还有很多孩子仍然挣扎在失学的边缘，而人们对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对希望工程依然知之甚少。其实一开始我们还是发募捐信，发了几十万封募捐信，当时都是靠我们自己拿回家一摞信封啊，抄信封。你看这个，一个是效率低，还有一个就是成本高，那要邮寄啊。一封封募捐信寄出，得到的回应却少之又少。就在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为此发愁时，一位摄影记者的展览让城市中的人们看到了乡村里的情况。受青基会委托，自1986年起，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谢海龙多次深入山区，通过镜头将真实的乡村教育状况直接反映给大众。1991年1月，在金寨县张湾村的一所小学中，谢海龙遇到了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正是这一次相遇，在全国掀起了救助失学儿童的浪潮。到了就开始各教室里边转一转看一看拍，当我再一次发现他在一年级教室里边第二排坐的时候，我一看眼睛挺大，屏住呼吸啊，就蹲着镜头就盯着他看，把焦点就对着他眼睛，他就这一看这一看老这样，待会儿等他突然间看就一愣，突然看见我就对着他呢，当时就一个惊恐，一个无助，一个茫然，一个害怕等等的复杂的心情，咔嚓一下拍完了以后，他吓一跳，他一惊。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不认识啊，就是那个希望工程，就是那个希望小学那个宣传那个。那个是那个大眼睛那个小孩。随着全国各大报纸的刊登，这张照片迅速传遍了海内外，一时间，这双来自大山深处的明眸让大江南北的人们为之动容。当年青基会收到的捐款突破了1200万元，公益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1992年，邓小平为希望工程题字并3次捐款，此后建立希望小学，救助贫困失学儿童，为祖国的花朵带来希望，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辽宁省贵阳市第一所，四川省第一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所希望小学，和全国人民。希望工程成为持续时间长、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公益项目。
2001年，国家开始实行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越来越少，希望工程也开始探索自己的新使命，从单纯的救助变为现在的助力教育全面发展。9月，延春迎来了新一届学生。曾龙在科研之余也在资助家乡的贫困学生。大眼睛苏明娟就职于共青团安徽省委，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奉献着光和热。曾经有多少人的命运因为一所学校而改变，就有多少个希望因为一份关怀而得以延续。